Harry, I'm gonna let you in on a secret. Every day, once a day, give yourself a present. Don't plan it, don't wait for it, just let it happen. It could be a new shirt, a men's store, a cat nap in your office chair, or...刚咱们去买了点草莓，然后又买了点鸭脖，等会就啃啃草莓，啃啃鸭脖，像当神一样。哦，就已经开始过情人节了。我们家周围有一家那个比较豪华的酒店，住一天要2500块钱吧，不知道明天可能住一天要3000块钱。我觉得明天生意会爆满。嗯，别急啊，我正好是有样东西要买，我记得。东西买好，这鸭脖买的是微辣的，掐一掐。嗯，帮按下 C 二，我的手怕脏的话可以垫张餐巾纸。等会啊，好。然后每天吧就做一件事情到两件事情就挺好的。今天的目的呢就是把那个给老婆吃的草莓买好，然后去买点别的水果。然后明天呢准备换轮胎，准备把两条后胎换了，两条后胎跑了5万公里了。然后还有被那个位置不大好的地方被这个就是被戳过钉子，然后干脆就换掉了啊。没有，在一万公里之前嘛，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嘛，后胎被扎了过一个钉子，那个位置呢不太好，在胎壁和胎面的接缝处，所以当时补胎的那个师傅对我说，跑10000公里把这个胎换掉。那现在差不多跑了10000公里了嘛，然后我这个人就是不带有侥幸心理，安全第一。昨天买了两条马牌的轮胎嘛，先换上。买的是马牌的，好像 UT6 吧，好像是这个型号是。温文尔雅，不见得，对吧？非常粗暴野蛮。
然后今天买了三斤草莓，另外再买了一点我老婆喜欢吃的鸭脖子，等会儿下下晚上下下米饭吃。耶、yeah! 然后明天呢过情人节，明天该吃吃该喝喝，后天呢过元宵节，这两天也是属实开心。但是大多数的帖子呢明天要开始上班了。我查查看我们家的隔壁的酒店，然后明天情人节要开房要多少钱啊。还好没怎么涨价嘛，也就是2200到2500左右。对，我喜欢去扫黄，我喜欢把车趴在那个路口，看看明天有多少人会进去。不是啊，你跟别人去开房，你总得有个噱头吧，就是说他没去过这个地方，一般吧就是为了有点新奇感，对吧？当然我肯定是不会去的，因为这有这2000多块钱，我干嘛不好，我在家里可以给老婆买很多好吃好喝的化妆品，对吧？这是啊，这是洋房，洋房有带院子的洋房啊。这中国人啊，就是这几十年来就是家家户户啊缺一个院子，在院子里感受一年四季的变化，感受春夏秋冬，种种花种种草，稍微周末来点 BBQ， 没事在院子里散散步都非常开心的。我换两条轮胎也不过就1188块钱，可以开很久呢。然后明天呢除了早上把轮胎换好以后呢，下午或者中午可能做一点那个蛋饺，自己家里烙一点蛋饺，然后元宵节吃蛋饺汤，然后再来一个肉的汤圆，然后就非常温暖那种感觉啊。棺材房啊，这你说的太难听了，其实在直播间里的普通大众啊，都是住的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房子，你何必自己挖苦自己呢？我相信你有可能也你大多数应该也没有住在有院子的房间里，对吧？你自己嘲讽自己干嘛？你可以管它叫筒子楼，住筒子楼，筒子楼不错啊。哦，我在院子里面有亭子，有喝茶的那个茶桌，还有 BBQ 的炉子，你看到我 BBQ 的炉子看到吗？我手指的这个地方 ，BBQ 的苹果炉，我每年在我现在就什么烧鸡、脆皮烤肉、德式烤猪蹄，还有烟熏三文鱼，像这种很多烧味的东西，叉烧肉、烤猪肋排、烤羊排，我都在院子里烤的，都不出去吃的，还烤羊肉串也在自己家里烤。很实用的，关键是实用啊。
我们群里是非常有那个生活气息的群，就是每天在讨论都买什么买什么好。现在群里在讨论买那个喝下午茶的那个茶具，现在好的茶具都是非常贵的。用了三星的吗？你自己看。我这个手机非常有特色，我喜欢有特色的东西。什么特色呢？知道特色了吧？有没有特色？群怎么进啊？哦，每个月能坚持，每个月啊能坚持有100余次的直播间的消费就可以了，啊，就可以进群了。什么时候哪个月是不足100余次的消费呢？我会提醒你一下，到时候补上就行。连续2个月拖欠的话，那就要这个先被移出去，等到那个啥时候补齐了再进来。我们那个群呢，其实是一个供养群，就是铁子们供养我们直播间啊。但是呢，前提要求呢，还是得粉丝牌要先到15级以上，啊，就是先决条件，粉丝牌要15级，包括以上。后面呢，就是每个月要供养直播间100余次以上，啊。然后生活气息比较浓厚，像肥猫这两天在给女朋友买情人节礼物，然后我们就给她出了很多主意，最后买了肥皂，价格又实惠，一共买了500块钱的肥皂送给女朋友。然后呢，那个冰冰和那个圆圆呢，平时就在讨论茶具，然后还有几个妹子呢，专门喜欢那个就是种多肉的，还非常有生活气息的群，而且每天的聊天的很多，就是每天聊天的数据很多，一天几千条那个聊天数据，蛮高级的这个群啊。我们现在共有群里有54个人，应该是53个人。之前是昨天还是56个，昨天被我踢了3个，因为那3个因为最近可能过得比较糟吧，这两个月没有供养过我们直播间了，那就先移出去，等到以后补上再进来啊。500块钱的肥皂啊，是这样的，我最近用的肥皂呢，就是它有一些去屑能力，我脸上有时候会起一些皮，然后再加上，就怎么说呢？这个有时候会有些头屑吧，就是我最近好像用这个东西，我的肥皂洗了头以后呢，就脸上也不起皮了，然后头屑也减少很多了，确实是有一定的去屑功能，主要是杀菌消毒吧。对，值得为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啊而供养，对吧？供养自己觉得不错的东西。肥猫趁着人家情人节侪是辣辣外头发泄精力，侬勿帮女朋友发泄精力，蹲马路高头踏脚踏车做啥？蹭呢？这个是微信语音识别不出上海话，这不是歧视我们上海人吗？再来一遍普通话。肥猫，人家都是情人节之前在宾馆里发泄精力。你也有女朋友，你骑自行车发泄什么精力啊？没有，就有时候很有意思啊。群里有几个像肥猫他们减肥的，他们就骑自行车减肥，然后买了一辆自行车，上次骑是将近一年之前了，好几个月没骑了，就忽然拿出来的话，这个说实话赶着情人节也有女朋友，就是骑自行车确实两人感觉可能他们的生活有点不大和谐，对吧？
像我前两天都是赶着紧着赶着，就是在京东上买了三盒套套，对吧？就是为了万一别这两天需求比较多的话，别到时候家里没了，就是到时候搞出人命来就不好了，对吧？都要提前准备好。还有这个洗洗手啊，该吃吃该喝喝啊，就该吃点下午茶了啊。先吃个草莓吧。今天买的草莓，这草莓呢是30块钱一斤，30块钱一斤，专门我跑了，开车开了20公里路去买。但是开车20公里路呢，就来回20公里啊，要多少钱油费呢？其实也要几块钱油费，但是我就觉得这样我赚到了，我就情愿开车20公里来回，浪费点油费，我就去买比较便宜的草莓。我们小区里是40块钱一斤，如果买3斤的话，其实也就便宜12块钱，花就为了便宜12块钱去那个来回开20公里，值吗？开20公里的话，1公里是5块钱油费，也得10块钱，那我还赚2块钱，那我觉得就值了啊。这草莓啊，软软的糯糯的，然后呢酸酸甜甜的，味道是非常好。什么品种草莓呢？红颜草莓。然后再啃啃这个鸭脖啊。正好嘛，我去买点别的东西，买点鸭脖。啊，有点辣呀。草莓不可能是不带酸味的，有点酸，但那个酸味是一种果味，果酸味，让你非常能够流哈喇子那种感觉。他买的是微辣的，怎么感觉重辣的？正好再给老婆买30块钱的绝味鸭脖。明天就情人节了，让太太开心开心。我跟我老婆啊，就很容易满足的人，就给她买点草莓，买点鸭脖，她就很高兴了，不用什么大的消费。这人啊，最好是容易满足一点，一点点小事就能让你却开心雀跃不已，那是最好的了。我也是有很久没吃了，好，大概有个3-4个月没吃了，偶尔吃吃还是蛮好吃的，鸭脖很爽。对，咱们要知足常乐啊。像铁子们有时候给我刷个飞机的办卡，我就觉得很好了。哎，50块钱一斤啊，这么贵啊！今年好像很多这个草莓都很贵。之前我是直接去那个种草莓的农场买，也要40块钱一斤。这个草莓店里面，这个水果店只卖草莓。他那个草莓都是30和32一斤的，品种好的32，偶尔吃吃没毛病。鸭脖虽然热量高，但是你吃的只是它的肉啊，你吃20个草莓能有50克吗？是吧？这个草莓啊，全国各地都是价格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贵，有的地方便宜，然后各大各小，什么品种都有区别。像山姆里的草莓现在也是99两斤，就是45块钱一斤吧。哟，谢谢蒸馏水送的饭卡，你太行了，确实行啊、我为你点赞。29块钱一斤的，怕不是3-4线城市吧？铁蛋，你敢说出你所在城市的名字吗？你敢说吗？啊，好甜啊！现在我们买的上有那个品种的草莓，不管是红颜草莓、丹东九九草莓，还是就是包括今年新的小岛春草莓，基本上都是照抄那个抄本子的那个，就是偷本子的品种的，包括我们这边的葡萄品种，什么。就是什么盐什么什么秦王草莓啊，秦王的葡萄，对吧？这种基本上都是偷那个小日本的那个品种的，所以小日本也很生气。对，你如果5线城市的话，可能就20块钱一斤。哎，君苑这里面主要没什么成本，就是地皮加上人工，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的，就种子什么都很便宜的。你越是当地交通、当地的基础的越不发达，然后你的成本越是便宜，甚至15块钱一斤的草莓，有的地方都有，但那基本上在山区里了，对吧？阳光玫瑰其实就是和秦王没什么区别，秦王比阳光玫瑰出的晚一两年，但这些品种其实都是本子5年10年前的品种了，真正现在人家管得很紧，目前最最新的品种基本上都是不外流不出国的了。啊，俊哥，今天买点草莓，买点那个鸭脖子塞牙。年龄焦虑肯定有啊，我就觉得人上了45岁就不要奋斗了，就是躺平消费理财，然后再加上有什么没想做的事情赶快先去做了，享受。像昨天在看乔布斯传，乔帮主走的那一年他才多少岁，你想想对吧，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人说这个不吃，用想象力想象一下味道就行了，也可以。如果你能做到这样的话，我服，我管你叫一声大师，对吧？那你就不知道了，江浙沪一带的有钱人啊，全部都在这一带，嘉兴周边一带，自古以来的富庶之地，有钱的一逼。就刚才有人说蒲院嘛，蒲院是做什么的？华东这一带全半个中国的毛线，还有那个童装，还有那个时装，都是在从那边出的。马路上全部都是什么？都是保时捷、帕拉梅拉这种级别的车，随便一个村子里都是保时捷，都是 Macan， 都是很昂贵的那些车，我都不敢跟他们正眼瞧他们，贼有钱的。关键是看当地人做什么生意的，知道吧？这些地方的人非常好吃，这些地方的人都不是种地为生的，都是做那个做纺织业的。聊聊房市啊，房市你前两年不提，现在人家都要接盘侠了，就找你接盘了，你现在在提啊，帮大家找到一个接盘侠。现在大家都在找接盘侠，就找的就是你啊。老婆再给我剁那个肉馅，本来呢今天下午呢要那个做那个蛋饺的，然后呢来今天下午来不及了，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所以呢就今天让他买了点肉啊，肥肉和瘦肉，让他先把肉馅剁好放在冰箱里，然后明天呢咱们再做蛋饺，做几个蛋饺吃吃玩玩，有点辣、有一些帖子啊，比如说那个灶灶，自以为啊自己很懂行，还来点指指来评论人家，你有那个资格吗？啊！别以为你说我好话，我就待见你。我这个人是很公正的，没有人有资格去评论任何人。你也没有上帝，你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职责。你又不是幼儿园的老师，去评论每个写那个评语、学期总结来评论每个学生，是谁呀、啊？对不对？我都不说你了，你来说我。不管你说我说好说坏，但铁子你也别生气，我只是说说我对你的看法啊。我这个很公正的，不一定是你觉得我好我就待见你，要一定要脾气相投，懂吧？我这人的脾气有点嬉皮士那种风格的，很天然，讲究众生平等。什么叫众生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人有特殊的权限去可以对别人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的。你以为你有这个能力，那是你因为嘴巴长在你身上，但实际上呢，对吧？你的评论你的点评没无关紧要。
但凡人需要认同感，我们势必是不需要那个认同感的呀，我们自己开心自己乐就行了，我想干嘛就干嘛，认同干嘛呀，是吧？反而我们嬉皮士是不走寻常路的，别人认同什么我们就不走什么。照办，大过节的不去陪陪女朋友吗？今天晚上就要打那个情人节炮了，你怎么这么有空啊？我看你也是要买房子的人了，你女朋友那边应该好好照顾好吧，千万不要找江西的女朋友啊，就是你可以出生在江西，但是找江西的女朋友就不太好了，那边张口闭口要50万-60万的，就是那个什么彩礼的，而且收了彩礼以后呢也不给嫁妆，就是就像我们有些我们江浙沪这一带，如果你问你要50万彩礼，他嫁妆搞不好给你60万，然后这50万加上60万一共110万全部放在新娘子的那个账户里面，要是你对新娘子好呢，到时候新娘子拿出来贴补家用，要是你对新娘子不好，或者晚上干的新娘子不开心，那新娘子可一分不拿出来给你用啊。对对对，江西那边收了你60万的彩礼，给嫁妆也给，就是给你3床棉被，每床棉被都有10斤以上，这个10斤大棉被盖了你啊，晚上喘气都难，真的是牛逼啊。赵万找的妹子是哪里的啊？跟铁子们讲讲，我江西的水有多的是的。好，有个铁子前段时间给我写了一篇那个私信，就说他曾以为啊世界上真的有爱情，结果呢没想到他就是江西人，找了一个江西的媳妇儿，除了那个彩礼外还是个伏地魔，家里啊现在弄得来家徒四壁，6个钱袋知道吧，全部用完，家里全部背着债，现在感情又不好，而且说实话女方很强势，也动不动就要闹离婚的，现在就如果离了婚以后差不多就背了一屁股债净身出户了，然后人财两空，这很惨的。然后你不愿意付出彩礼的钱，就不代表人家不愿意啊，反正是你愿意打光棍，没人能拦着。啊，手机啊，手机帮不上忙，好几年没买手机了，也不关心这个东西啊。因为这手机这东西呢，我个人觉得，随便用，我反正手机上一个 APP 也没装，就是一些那个通讯软件，也没游戏，我自然对它提不起什么精神来。我都是用我老婆那个用剩下来的手机，啊，这我老婆用了5年的手机，我拿过来用了4年半吧。来喝口茶。55度杯是恒温吗？哦，不是恒温，就是它只是帮助你把沸腾的水啊，能够尽快降温。它说是55度杯嘛，其实也不一定出来的温度会恒定55度的。它只不过在空腔里面有一个比容热，就是比容值热比容比较高的一个液体吧。那没有，老婆在剁肉馅，剁肉馅啊。这位叫小光的帖子，内心非常的感觉你挺阴暗的，以后谁要嫁给你的话要小心一点。去年那个杭州碎尸案知道吧，那个男的就感觉你和你性格挺像的，是吧？幸好你女朋友不知道，不会查你的弹幕记录。我建议所有的男女朋友都去查一下对方的弹幕记录，可以深层次的考察一下对方在内心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你有点厉害的哦，有点厉害的啊！我表扬你啊！现在这年头，谁还在研究手机啊？你说是不是？连房子都不研究了，现在都在干嘛？都躺平了，不消费。现在都流行什么不消费主义啊？那我们讲的东西都是很实际的，也很有道理的，对吧？关键就是说那个去年那个杭州碎尸案，就那个男的被抓到以后还振振有词，很就心里很坦然的样子，一点都没有惊慌，确实是很狠的那种人啊。
对吧？这种刑侦案件多看看以后，对人性啊都会有全新的认识。像我们这种都是跟他们这不能比的，也就只能口嗨口嗨。真的就是会咬人的狗不叫，人男的真的是真的狠的人就是不怎么说话那种人，平时很闷的。啊，打个嗝，不好意思啊。凤凰男和那个剁人的那种会碎尸的男的不一样的啊。凤凰男是指的是从小受过苦的，从三四线五六线城市来的，来到大城市找了一个大城市本地的闺女，然后一步登天的那种啊。这个凤凰男不指的不是那种会把老婆碎尸的那种啊。经济不可能无止境的高速发展，按照那个康波周期，按照正常的经济和房价的原理，都有一定的周期性的。一旦差不多见顶了以后呢，会有一个急速上升的套人的过程。这个套人的过程呢，大部分人很容易一上头就被套进去。但是，一旦被套进去后，包括房子，会有7年到8年左右的一个房价的一个下跌周期，然后就会很惨。所以，这个不是提前布局，这个是对读了一点金融方面的一些常识，然后提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毛主席咱们曾经说过，人要多看些书，看过书的人就像眼睛锃亮，没看过书的人就像半瞎子，往前只能摸索的往前走，对吧？你在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人家写的书多看一点，就能对未来走势啊心里大概有个大概，目前是什么阶段，以后可能是什么阶段，每个阶段大概有多长的时间，如果是提前到来的这个阶段，或者是延后到来的阶段，会对以后有什么深度的影响。失业潮这个说不准，这后面的事情都是很难说不准，对吧？以后会怎么样谁也知道，但是谨慎小心，你首先要搞清楚现在是上升阶段，就上升通道，还是下降通道，还是震荡区间。搞明白了现在的趋势，上升通道有上升通道的做法，下降通道有下降通道的做法，震荡有震荡式的做法、一定要有针对性的去决定现在的策略。策略基本上对头呢，你是赔不到哪里去。但是如果你是用错误的认为现在是上涨通道，其实现在实际上是个下跌通道的话，那你就惨透了，对吧？啊，你现在在赵万现在在看贫穷的本质啊，啊，那很好，那你现在找到你的本质在哪里了吗？啊，就关键是你看书啊，你不能刚看完就完事了，你得找到这个书里和你的共鸣点，就是这本书的既然名字叫贫穷的本质，那这个本质你找到了吗？在你身上，嗯，找到了吗？啊，等你弹幕啊。这本书呢，就是教人了解到自己身上为什么会穷的原因，对吧？如果没人你不看的话，你可能自己虽然很穷，但是穷的原因都找不到，看了以后呢就可以找一找了。你找到有什么用？得赵万找到呀，你叫赵万没找到，你找到了，你不是瞎操心吗？你找到有什么用啊？人家是本家，是现在是赵万，赵万看着贫穷的本质，得他找到才行啊。找不到原因那就继续看继续想啊。是胆识方面，那你说说你的贫穷的本质是什么，你找到这个原因是什么，对吧？那你是线上分享给他呢，还私信分享吗？建议你可以那个啊，我知道你的贫穷的本质是什么了啊，这个叫 Justin 的啊， Justin 这位水友，我一看你的牌子就知道了，对吧？你就是因为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这种很虚无的直播间里，还给主播刷了礼物啊，你刷了这么多礼物，是不是都是在爆爆爆的时候或者抽奖的时候刷的？那如果在抽奖的时候刷的话，那确实这是个本质就找到了，是不是啊？能中吗？你中过吗？是不是啊？那赵万如果是贫穷的本质目前没找到的话，可以看另外一本书，叫《穷爸爸和富爸爸》，这本书不错。叫《穷爸爸和富爸爸》的作者应该叫罗伯特清崎吧，这人是一个著名的一个经济学的预测大师，他讲的东西确实很有道理啊。
对，你早点来我直播间的话，我每天都气气你，我觉得你绝对不可能给我办牌子的，是不是？基本上在我直播间现在的水友，他们经常来看我，但是我经常喷他们，喷到他们就是有点恨我，然后他们绝对不可能给我办牌子的，反而省了你时间，这至少帮你省点金钱吧。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吧？巴塔的衣服买多少钱啊？断货了，这一款现在已经停产了。这一款现在因为只有在北美代购能代购得到，就是经典款，叫 Retro X Bomb Bomber， 是飞行员款的，因为它是不带领子的。但是我这个人因为我的发际线比较低，穿带领子的衣服呢有点硌脖子，有点痒，所以我就想买一件那个飞行员款。为什么是要飞行员款呢？因为飞行员款呢它是短打的，二呢飞行员以前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王牌战斗机飞行员向你报道，他是经常要回头去看后面有没有飞机跟踪，不像现在那个电子仪表这么发达。以前在螺旋桨时代，就是如果你穿一件有领子的衣服，你回头去看可能会被挡到一些。你看如果像我现在这个是领子是这样设计的，它是往左看往右看，哎，后面有没有飞机在跟踪我，哎，后面有没有飞机要偷我的那个路线，这样就看得非常清楚，对吧？对，所以不带领子的就叫飞行员款。飞行员款在英文里叫 BOMBER Bomber， 啊，各大品牌基本上经典款式的所有的衣服都会有一个 Bomber 款。哦，发际线低就是脑容量小。好的，我就来分析分析你啊。首先你这位水友呢，你的 ID 呢是找色情主播的，对不对？然后呢自以为有些小聪明，然后把那个色呢改成羞涩的色。然后呢我觉得呢，根据你这个 ID 分析呢，你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小头控制大头的人，或者是小脑控制大脑的人。可能你的脑容量确实很大，但是被一些原始本能的小脑控制了，你控制不住精虫上脑吧，对吧？可能是脑容量确实挺大的一位水友，但是大脑呢占脑的 比例呢肯定是很小，比一般人要小得多，全部都是小脑，小脑都是被原始支配，就是那些交配欲望控制的。干，很棒哦，铁子哦，很棒哦，哦。像我对女人什么都不是特别感兴趣的，因为除了正常的需要以外，没有必要去满脑子想着想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非常低级的欲望，就是和动物没什么区别，是吧？我们要追求的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的享受，这种物欲或者是肉体的愉悦都不能维持的长久，往往就是完事以后会给你带来深层次的空虚，对吧？以后稳定直播嘛，我一直是秉持的心情好就有空就出来播一播，如果有事情忙的话我就会播的很少，而且我每次播的直播的时间都不长久，一般都是一播一个小时左右啊，因为聊天呢多聊也没什么意思啊。你看我也去买了草莓和鸭脖，我觉得草莓和鸭脖很搭配，不要买太多，我计算了一下量嘛，今天13，明天14情人节，后天15元宵节，那我就今天买回来先吃一斤，明天吃一斤，后天吃一斤，买三斤草莓，我和老婆两个人吃的都很开心，然后再买点那个鸭脖，然后明天呢后天呢做点不错的下酒菜，这两天就随便过过，过完了以后呢春节也就过完了。亲自去摘的不一定会好，你得看是什么品种，就是当然亲自去摘呢会有些成就感，但是万一呢这个大棚里种的都是不太好的品种，那又当如何呢，对吧？你看我这草莓啊，表面啊挺有光泽感的，和一般的草莓干干枯枯的不一样，亮堂，然后呢有明显的交界感，它的那个红呢是粉嫩的那种红，所以呢它是红眼草莓。吃起来呢甜味为主，小的果酸味为辅，然后软软糯糯的，哎，回味甘甜，让你感觉非常舒服。
盘梅珠宝可以的，甜分还不错，红颜草莓是挺不错的草莓品种。像这种啊，外围啊，都是去三亚过年的，正常人哪有去三亚过年的？开玩笑。心若安处，皆就是家，就是你我，比如说我老婆在哪，我的家就在哪。从小呢，跟父母呢关系不是特别的融洽，因为我的父母呢从小呢就不太怎么管我，不是拿我的利益作为最优先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就比如讲啊，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小时候啊，从来他们没有什么给我安排学区房的，而且为了自己的私欲啊，就是想上离上班近一点，把我从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中档的小学，帮我转学转到了一个全市应该算是最差的一个小学。就是哪有这样的父母，就是说现在的父母都是说为了孩子的学区房，就是削尖脑袋搞学区房，让小孩去上一个好点的学校。我妈是为了自己让离愿意让那个离上班近一点啊，从一个不错的一个学区房啊，换成了一个很差的一个学区房，服不服？就比民工小学还差。你们知道冈布宁吗？就是他为了住的离那个单位近一点，就是可能从原来的50分钟的车程，现在转到那个25分钟的车程，要近一半。然后从一个就是原来我家住在马当路一大会址对面直库门的小区啊，住的人都很高端的老上海，素质都很高的，学校里的人也是温文尔雅的。然后他搬到余姚路的487弄，余姚路487弄是著名的一个冈布宁小区，全部都是江北人。哇靠，这个余姚路小学里的人的素质不要太差哦，父母都是天天搓麻将，或者是在那个菜场里摆摊的，或者就是在外面的就开那个熟食店的，做炸鸡的，这素质差的一逼，没有真的爱读书的人的。阿姨应该觉得是我听的，没有，我妈从来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他从来不考虑到别人，就是考虑到我爸或我的利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很为自己想的很多。所以我们现在都不怎么理他了，连我爸原来和他感情都很差。我爸说我们家里啊，我妈跟我奶奶吵，跟我妈吵，然后跟我关系也不好。他就是在家里啊，他往往是那种人，他跟外面的人不怎么熟的人彬彬有礼，在自己家里啊，跟任何人的关系都处不好。就你现在要是跟他们那一代人这么讲的话，他就跟你讲，以前都是这样的呀，还瞪着你说觉得你不好，这一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呀，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就是这样。然后我在25岁，就是我过生日啊，给我买的最贵的礼物啊，其实就是一双那个400块钱的鞋子，而且还是在我30多岁以后。从小到大，我20岁之前啊，从来没有给我买过稍微贵重点的东西，从来没有。然后呢，偶尔以前给我买一件那个300多块钱的衣服啊，就能够逼十几年，就这么牛逼。但是咱们不能埋怨，咱们最基本上家里人让你做什么事啊，逢年过节送点礼啊，都得有，对吧？所以我也没少给家里买东西，像家里的什么家用电器、电视机、路由器、净水器、取暖机，还有什么榨汁机，全部都是我帮他买的。家里基本上很多的，基本上大多数的家电都是我帮他买的。但是确实就没什么太多的感情，就见了面说不上什么话。你们就理解嘛，就是我跟我爸能说得上话的，因为我跟我爸有共同语言，他小时候对我也不错，我跟我奶奶也是经常有共同语言啊，没有过世的时候就经常去看他们，就是我跟我妈真的就见了面大眼瞪瞪小眼，我也不知道对他说什么，然后他觉得我浑身也没有什么长处，所以就见面，其实见了面也没什么意思。
连我老婆都 不怎么喜欢，跟我妈就也不是说不上话，不是说喜欢不喜欢，就是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老婆跟我妈也说不上话，对吧？所以呢，就是我就不生，让他们断子绝孙。我其实有这一方面的含义的，没把我养好嘛，输在起跑线上了，害得我前过去30岁、35岁之前都是过得比别人辛苦，那我就摆烂了，我就让你们断子绝孙，啊，前面不管多少代，到我这一代就没了，哎，我就有点这么的小心思在里面，所以也有点坏坏的哟，啊。因为对我来说呢，我很简单，我就戴个套而已，对不对啊？又不是不盖啊。嗯。啊，我老丈人，我老丈人，我那个我老婆有个弟弟的，弟弟已经把娃生好了，所以他们那边不急的。本身就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都不认为女儿生出的孩子是本家的延续嘛。他们家是有男丁的，他们家无所谓的。所以我就现在就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点，苟延残喘，把最后可能还有几十年过得开心一点。我又没有错，又不犯法，你说是不是？对。大师过年回家看父母的，是节前一个月回家过一次，就是节后到现在都没回过。因为我给我妈拍了一段视频嘛，就是新年视频的拜年，然后大概的就意思说呢，不是我不回家。只要是上海过年有疫情，回一次家以后呢，我就会变成那个黄码了，到时候我这边进小区都难啊，就是所以就不回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理由，确实当时是静安区出疫情了，然后只要回一次静安区，你就会带一个新号行程码，到时候你就很不方便，对吧？就大家都能理解，但是这确实是我找的理由。我内心呢确实不怎么想回家啊，但是我认为我不想回家的原因不在我，就说如果我是一个长辈，我是妈，然后我的儿子不想回来见我，应该怪我呀，我觉得，对吧？我是做了什么事情让他和我不怎么亲切，好，得好好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是不是铁团支持我吗？支持我的扣一啊？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没毛病，嗯，是吧？对吧？哎，确实是这样，一点毛病都没有哟，哎，呵呵，哎。还是得自己对自己好一点，来吃个带铁子们吃一个草莓吧啊，嗯，我一直觉得做人呢得多反思自己，而不要去想别人到底好或者坏。如果我跟你关系不是特别好，我得扪心自问一下，我到底怎么对你的，导致你不待见我，是不是啊？就像《天道》里的那个男主角说的。很多上一辈的人都把养子女儿当做一种交易，而且这种交易不是对等的交易，就是说他们也没有问过我愿意不愿意在这个家庭出生，这个家庭的条件好不好，我愿不愿意再被这个家庭生出来，就啪啪叽一下把你生出来了，生出来以后呢，就把你随随便便就养到成人，也没有给你怎么样的，就是比别人更好的那个就是教育或者更好的那个家庭的培养，最后呢想要你那个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回报啊什么的，说实话这并不是对等的一个交易，对吧？啊，哎呀 Z 哥，你上次告诉我密码，你不是说那个有需要的话这个号随便登一次随便用吗？怎么又反过来怪我了呢？对吧？前段时间你不是说忙吗，然后说要去出差，然后把号就委托给我了，我想我怎么用都可以啊，怎么反过来说我乱登你的号了呢？是不是？这我有点不服啊，弟哥，对吧？而且我用你的鱼翅用的也挺省的，就是点点活而已嘛，啊，咋被有些主播发现了？发现你就发现了，他又不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一个普通的主播，对吧？主播发现有什么用啊，对吧？没无所谓，别去理他，对吧？该点的活也点了，该恶心的也恶心了，该扣的分也扣了，现在只不过想找一个人当替罪羔羊而已。他的呢由此呢就是说就都得怪我，对吧？就让别人同情他，他是被人坑了害了，就是别人点活他接是他的毛病，就是你可以有觉得，你如果你觉得这个活有问题，那你可以不接，
你接了以后出了什么问题和点活的人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个思路，大家说没毛病吧，对吧？当然我鼓励大家是多生点，对吧？代代相传嘛，啊，但现在那个贷呢是贷款的贷，代代相传没毛病啊。对，我觉得我做的没毛病，对吧 ？Z 哥也不要冤枉我 ，Z 哥要是觉得有什么不妥的话，那我也跟 Z 哥报个拳了，对不对？啊，那以后少登就行了。但 Z 我大不了以后去登别人号，我去登那个一等的号啊啊，一等的你，我们群里几个老板的号，他们都把密码告诉我的，我想登就登。嗯，什么？我刚说反思别人自己。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跟任何人关系不好，那些人应该反思下自己，你明白了吗？我没说我跟别人关系不好该反思我自己，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如果关系不好的话，你该反思你自己，而不该反思我，明白了吗？啊，是，对对对，应该就这个角度来去理解一些问题，然后相对来说呢，你就会豁达很多了。就不要老是觉得我有问题，我哪有问题？我没有问题啊，问题的都是别人啊。那个盐城猪哥哥，要不要来办办卡呀什么的？先把你这个牌子先换一换，因为你这个牌子也没几天好带了。因为都已经有血管瘤了，血管瘤两点几厘米啊，虽然现在没有就是突然变大，但你知道吗？脑血管瘤啊，说爆就爆，一爆以后呢，就直接就这样了，半身不遂了，脑溢血，分分钟从一个顶级主播变成一个垃圾主播，对不对？我建议你这张牌子啊，早点换掉它，来换成我们直播间的牌子。你看我身体健康，对不对？心态好，没压力，也不熬夜，只有我挂我的牌子能长长久久的带下去。我们直播间很多粉丝，他的挂我的牌子已经挂了有六七年了，明白人啊。铁子，血管瘤说爆就爆的，就是定时炸弹啊！而且天天熬夜，赚这么多钱，到时候都是便宜了那个老婆后面找的野男人了，你说对不对啊？一定要作息规律。那你看朱哥哥是明事理的人，马上一张办卡就好了。好，抱拳了啊、这不是说是那赚了钱开心啊，这几块钱其实也没什么，对吧？但是关键就是说铁子能理会到我的意思了，就相惺惺相惜了，就感觉很舒服，对吧？互动了啊，确实一年最少挣十万嘛，总归不止。很垃圾的主播，像我以前一年也就赚个二三十万了，三十万一年平均总会有的。最主要就是说呢，就是值不值，别到时候钱是赚到一点，但最后呢身体搞垮了。就你想看看高山就是人家是基金的那个操盘手，基金公司的经理，结果被黑帮阻他了。你赚这个钱有什么用？年纪轻轻的。还有前段时间有一个大的集团的老总啊，就是那个谁的老公，毛阿敏的老公，你知道吗？50多岁就挂掉了，然后留下家里的资产有200多个亿，然后突发急性病嘛，估计是心源性猝死，这种都是死得很惨的，忽然之间我想拿电话去叫秘书，结果秘书呢正好在上厕所，在那个蹲坑，这种叫滑水，知道吧？3分钟不救就挂掉了，就那个中植系的那个老板，知道吧？所以钱多没有用，关键是你得就有命花，时时刻刻年年月月的都得有命花，这非常重要啊。这个演技可以，哎。不是，我这个是心是好的，我这个人嘴是有点损的，但是我的心是非常温柔的，就是外刚内柔的那种，知道吧？你是不大看我直播，经常看我的直播都知道我外刚内柔的。我说是这么说，只是为了提醒大家，我是希望咱们直播间的帖子身体都棒棒的，但是就良药苦口啊，凡是能提醒你让你深刻的检讨一下自己的事情，以防出现更大的不利的知识，往往啊都会让你听得不怎么耳朵有点不舒服，对不对？
说的都是大实话。而且你们应该理解，我是双子座的人，我的性格非常辗转反侧，就是喜怒无常。就是说可能我的身体里有两个到三个左右的性格，有时候我很暴力，有时候我很温柔，有时候我很平易近人，有时候又很傲慢，这其实真的不怪我。我有时候感觉我的身体时时刻刻的被好几种力量在拉扯着，上一刻可能是非常高兴，下一刻又感觉非常沮丧，有时候会非常兴奋，但是呢有时候会非常平静，有时候呢文学的像一个诗人，但有时候呢又暴力的像一个舞者。我觉得这也不怪我，因为我是个双子座的人。对对对，晚饭还没有吃呢，但是不急，因为今天下午去吃过那个点心了，今天去吃了小馄饨、笋尖馄饨，还有咸蛋黄烧麦，哎，吃得很开心，跟老婆两个人点了一笼咸蛋黄烧麦八个，点了一碗量比较大的小馄饨，一共25块钱，然后晚上就弄碗米饭，然后下下那个一些咸菜就行了，毕竟这几天前段时间吃得挺肥腻的，这两天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食欲。对，现在这个发型就流行这种浪人发型，浪人发型不是那么好留的，你要有这种气质，就是说你首先也得有个络腮胡，然后呢你的最好你的就是你的前额呀，就是额头不能特别的高，额头太高的话没有这种感觉，最好窄点的额头，然后你的鬓角这边啊要足够的尖锐，能够和下面的，因为我这边有个什么东西啊，我开播这么久也没人跟我讲啊，哪能问题啊，我的仪容仪表一点都不关心的吗？我的脖子上挂了这么大一张棉絮，一个棉花团，你们竟然没有跟我讲，好好检讨一下自己，哪能问题啊，哪啊，没人帮我讲啊，说的都是真爱粉丝，黑粉连这么大的黑点都看不到的吗？啊，没有， 我是下午刮过胡子的，刮过胡子以后呢就是洗了把脸，我用那个四层的那种 Temple 的那个擦脸巾啊去擦脸的，擦的时候呢可能被胡子刮到一点，然后应该是一些棉絮，对吧，真没看见，我相信你们是真没看见，一般像黑粉这么多的人啊可能是被我的颜值吸引了，真的被我的颜值吸引了，没有看到我身上任何的有一些黑不雅之处了，应该是被我的颜值吸引了，富裕到洗脸都不用毛巾嘛，穷，毛巾现在很贵的，随着通货膨胀，什么杰利亚的毛巾啊，上海三毛牌的毛巾都很贵的，而且毛巾呢经常要更换，不然的话容易长一些滋生细菌和螨虫，一个月要换毛巾，换不起，所以我就干脆呢就买那个就是专用的一次性的擦脸巾，什么牌的呢，泥飘，哦不是泥飘，有一个牌子叫王一博做代言的，有一个牌子叫，我去看一下啊，就一下子想不出来，很难受的。对，我就记得一个什么尤尼加，我用的是尤尼加的日本的那个牌子的那个一次性的擦脸巾，因为这个防止过敏，防止螨虫，就是铁子们，为什么有的人皮肤很好，有的人皮肤很差呢？其实很多人都是忽略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你洗脸的时候用什么东西洗脸，建议大家用橄榄油，全橄榄油 做的肥皂，然后呢用什么东西擦脸，不要用毛巾，毛巾有些人就是认为你拧的挺干净，但是滋生细菌的，两个礼拜的毛巾绝对是有大量的细菌，细菌侵入你的毛囊，到时候你脸上就会长痘痘。为什么我脸上痘痘不多呢，很少啊，长就是因为我很久都不用毛巾了，最近两三年全部都在用一次性的擦脸巾，这个钱是必须要花的，其实也没有多贵，你一天早上洗一次脸，晚上洗一次脸，对吧，一天用两张，一刀是80张，80张多少钱呢，26块钱80张，80张可以正好用一个月多一点点，就是一个月的话其实就20块钱，其实比买毛巾要便宜，你一个月每两个礼拜换一次毛巾的话，两条擦脸巾其实也20多块钱了。
对，然后我不用那个沐浴露的，也不用那个这个洗发水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会刺激人的内分泌，它里面有一些化工的废料，刺激人的内分泌，让你那个皮脂腺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分泌不正常，所以我一般都是用肥皂的。我以前用新西兰的肥皂，我现在改用叙利亚的肥皂了。叙利亚的肥皂用了几天以后呢，让我喜出望外，因为我感觉它除了正常的润肤还有清洁功能以外，还有一些的去屑功能，因为可以杀灭真菌嘛。嗯，两个月一条毛巾，两个月一条毛巾的话，那你脸上绝对长爆痘的。两个月一条毛巾的话，这毛巾上你去看一下，那个螨虫包括各种细菌真菌肯定很多的，脸上一旦你洗了以后进了毛囊以后，脸上肯定爆痘，绝对爆痘的，对吧？你看这个皮肤要光亮啊，对吧？男生里面咱们不讲究皮肤要很白嫩，咱们就讲究这个皮肤看上去要干净，对不对？妹子其实非常注重一个人看上去干净不干净，你连头都不干净，你下面那个头头子我也都清上了，到时候妇科炎症随之而至，能告诉吧？所以妹子找男朋友，一是要有钱，第二呢要性格要温柔有牺牲精神，第三呢一定要看上去干净，至少你的脸皮子要干净，脸皮子不干净代表你没有掌握好很好的个人卫生，上头头头子也不清爽，下头的头头子也不清爽，对吧？嗯，到底哪个头头子啊，谁非常反正就是都不干净，就都不干净，要不干净都不干净，因为人都是这么想的呀。所以你看看往往是那种白白嫩嫩的那种就是有点娘化的那种妹子又很欢迎，因为看上去干净，对吧？非常棒啊。那么我老婆已经把那个他们之前听到刀剁的声音，他们说你在碎尸。其实厨艺也是一种碎尸，真的。鱼尸鸭尸牛尸马尸，对吧？鸡尸啊。我老婆在给我准备做饭呢，在给我剁肉馅，对吧？外面的肉馅觉得不干净不好，用的肉也不好，我们买了肉了以后呢，自己家里剁肉馅，自己家腌，用什么腌呢？用好的白酒，好的白酒腌了以后呢，非常的不错，对吧？头发脱不脱呀？我就跟你讲啊，想拽根头发下来都难，就是这么的紧实。但为什么很多人会有那个脱发呢？我就跟你们讲吧，其实我线下也见过很多水友，我不是跟你讲，我线下见的水友呢，基本上都是就怪怪的，要么胖，要么长得丑，要么斗鸡眼，要么脱发，要么矮，要么身材过于那个魁梧，对吧？连像长得像有劲一样的就比较正常的人啊，都不大多，见见你也不见啊。为什么不见呢？我这人也不想诓骗你，我很少见水友的，就是你给我刷再多，像 ZZ 总都是我总榜上的前一二三了，也到现在为止没有见过。我不大喜欢去用这种东西去诓骗你的，如果你的就是刷礼物就是为了以后见一面，那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因为呢不怎么出门，明白吗？就是我是以不是以就是线下交往为交往的原则的，我就是咱们就网上交个朋友，年年月月的在网上相伴，最好是在网上相伴，因为线下见面呢，我说的难听点啊，就是我不一定是真的你印象中的那个我，真的下了播以后你也没觉得我有像直播一样这么英俊，但大概率呢这个只是场面上的词，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你也不一定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你，嗯，对不对啊？距离产生美，对，就是这样的，就是相忘于江湖，真的这样是最好的，真的见了面不一定谁瞧得上谁呢，你的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啊，平时在群里聊聊天，嘎嘎 C5 直播聊两句，其实蛮好的，就是仅此而已了，挺好的，对吧？嗯，这个破壁机怎么买？破壁机啊，智商税啊。那只能和我网恋吗？也不是说嘛，我们有个群的嘛，没事都在群里聊天，
一年一天几千条几千条那个聊天记录的，一年算下来几十万条聊天记录。说实话，很多帖子跟我们聊天，比自己跟自己家里亲属、跟父母聊天都要多。但也不是说也是不绝对不见面，也就看机会嘛。有的时候机会正巧，也经常也偶尔也会办办那个核心的水友的聚会。像我跟斌哥就见过三次，跟猫哥见过两次，跟有劲见过的多了，见过六七次，对吧？虽然跟 Z 总没见过，但其实也有好几次机会，就差点就见着了。以后随缘吧，有机会的话就可以。但是往往这种东西呢，就是不要强求，不要因为要怎么样，然后再怎么样。有机会有缘，自然会相见的。就说实话，就是可能万一搞不好，什么时候我正好去哪里玩，就能和你碰上了。我在西湖边上偶遇 Z 总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小夏见过，我见过他照片，但是没有见过真人。这港规的抖音啊，这港规的，正好一个抖音就是港规的，港呵呵看上去是吧？对，不强求。我长得像消失的古人种，确实有点复古，确实有点复古，对吧？他们说我长得有点像那个通古斯人吧。这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古代的一个种族，到目前为止呢，后裔已经很少了。怎么进我的核心内部群啊？15级粉丝牌就可以向我申请了，然后承诺呢，每个月给咱们直播间啊，就是供奉100余次以上就可以了，就刚好100也可以，对吧？少于100呢，我会提醒你，然后连续提醒2个月无效呢，到时候呢会把你转移出一个冷宫群，冷宫群啊。就是我们有核心群有两个，一个是冷宫群，一个是核心群。然后冷宫群呢，就是核心群里的帖子消费没有达标，会暂时把它移到冷宫群啊。但是不代表我们就不是自己人了。冷宫就是说冷宫里的妃子啊，像武则天一样，也经常能够再重新走上人生巅峰的，也能够重新再回大殿的，对吧？但咱不用就一次性刷太多，就只要承诺一个月有100余次的消费就行了。这也算是一种供奉吧，对吧？供养啊。以前还有 QQ 群，那 QQ 群的人实在是太抠了。就是为什么叫 QQ 群啊？就是太抠了。QQ 群里有2000个抠逼，就是光聊天不刷礼物的。那我养着他们干嘛？我那个 QQ 群还要那个 QQ 会员群费才能养到2000人的，对不对？后来把这个 QQ 群里面会刷的、会愿意供养我的，全部移到那个咱们的核心微信群里了，对吧？其实 QQ 群呢比较容易管理，也可以禁言。但是微信群呢，连个禁言的权限都没有。但是这里面帖子都是体面人啊，那得等到15级牌子就行吗？也可以承诺，就是咱们是文明人嘛，都是互相相信承诺的。你只要跟我承诺一下，你会升到15级牌子的，一年里面也可以提前进去，这没毛病。正好昨天啊，踢了3个帖子，最近确实是有一些那个空闲的名额。确实最近有名额啊，财务要自由啊，财务自由不如懂得一些生活的技能，生活的技能可以让你对财务的需求啊大大的减少，对吧？你比如说你在外头吃一份馄饨要你15块钱，真的外面15块钱馄饨现在已经很正常了，就是什么金牌荠菜猪肉馄饨都要16块钱，而且去年的价今年估计又涨价了。其实你在家里自己包份馄饨要5块钱都不一定会要的啊，就一点点的弄点野荠菜稍微剁一剁，然后再买点猪肉自己剁一剁，买点馄饨皮5-6块钱吧，对不对？这相当不就等于你花5块钱6块钱就享受到了16块钱的服务嘛，中间就花点时间。但其实有时候慢慢静静心的去做一些这种所谓的家务啊，其实也是一种休息，很那个的，就是很让你有愉悦感，每天做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做成了，然后最后在家里吃到自己做的东西，很有成就感。但是不能有压力，如果你要又要做别的事情又要做家务的话，那确实心情不好。我咋不做家务？哦，是这样的，我们家里有分工，我老婆呢是一个极其讨厌动脑的人，所以呢我就动脑，我可以动点脑子的，就比如说买什么去哪里买，还有做什么都是我来决定的，然后我老婆呢就负责那个就动手，然后呢我其实一个人动脑一个人动手。就你们看过忍者神龟吗？忍者神龟里面不是有一个
就是一个 boss， 他是一个像大脑一样的，叫 slider， 对吧？ slider 就是一个脑子，然后他寄生在一个很雄壮的强壮的一个机器人的肚子里面，然后呢 slider 负责操控，然后呢那个机器人负责行动。我就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就很好，反正就是有也可以反过来，如果你跟你老婆是你老婆愿意，如果你老婆更适合去做一个动脑者，你愿意动手的话其实也可以，但是相对来说呢两个人都能够相对来说轻松点，因为有些人让他动个脑子啊比让他做什么事情都难，但有的人就不愿意动手，对吧？啊，那个叫朗格的我也忘记了，反正多少年的事了，都没看过那个忍者神龟的，对吧？互动就行了啊，就是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个人都是不埋怨，这件事情就能成，这本身就是个 deal 啊。你的斗鱼 ID 照片换了吗？啊，嘎你新的斗鱼 ID， 那好意思发绿颜色的弹幕啊？我看你才是个忍者神龟呢，绿颜色弹幕发法，灿烂，真的老绿啊！已经不知不觉听吹逼半小时啊，那我再过半个小时要下播了，等我老婆把米饭给我盛过来，我今天晚上就吃吃水果，吃吃那个鸭脖，随便不知道我老婆等会给我做点什么下饭的菜，我就那个随便乌克别就下播了，对吧？这两天也不想吃什么东西。日子嘛就是一天天的这么过，简简单单的蛮好的。等我下了播呢，晚上看个片看会书，早点休息，然后打个情人节炮。但是呢反正这两天呢都是要身体力行。不爱养生啊，往往爱养生的人啊是都活不长久。中国养生学会的会长那几个都是短命鬼。你别咒我啊，都是五六十岁的寿命都不一定有。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是个嬉皮士，我是一个崇尚完全没生活没有压力的人。我听你讲啊，我这个人有点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压力性的肠胃炎，就是说我这个人肠胃是没有毛病的，但是我不能有压力，一旦有压力的话我的内分泌就会紊乱，然后导致我消化系统就是分工啊不协调，容易拉稀，所以我从小就是我不能有任何压力，我做的事情必须得我想去做，而不能就是别人给我定个计划要在什么什么时间段要做出什么事情，那个我就会感觉很有压力，我就不行，浑身哪都不舒服，所以我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我是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呢就是不能够有任何压力。但是我不养生的，我吃的很多东西包括吃喝玩乐很多都其实都不是特别健康，但是心情好就行了啊。灯光效果挺有意境的，这得花成本，对吧？这一套下来的光灯光啊，就别说别的，就是都要两千块钱。但是呢，就慢慢的吧，今年有新气象，今年有新气象的话，这个我也讨厌一成不变的风格。对吧？要我现在呢就感觉展示新的直播的灯效，然后那个跟大家聊了天，还有听友，如果是老的那个，哦，我就感觉他不可能给我吃白米饭的，我老婆给我做了一个日式的黄油拌饭，这黄油拌饭是非常香的，你看上去表面就是有一团酱油，但实际上黄油已经融化进去了，黄油拌饭拌一拌，然后再来点海苔，哎，这个就很好吃了，哎，吃的简单一点。然后今天呢跟老婆去，老婆想问她想吃什么，她想吃那个草莓，然后去给她买品种好点的草莓，32块钱一斤的，然后买了3斤，买了100块钱的草莓吧，然后再买点她喜欢吃的鸭脖，然后开开心心的，对吧？偶尔吃一顿好香的，我就觉得确实啊，缺少很多人缺少工匠精神，小时候我们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吃啊，酱油拌饭，但是人家本子就能想得出黄油拌饭比酱油拌饭要好吃的多，但是成本没有增加多少，
这就是人和人之间，就是有些不追求极致，对吧？就是好了要更加好，想尽办法用，就是手里的资源，然后追求更好的东西。鹤岗你过去有什么用啊？那周边有很好的交通吗？周边有那个进口很好的进口超市，你买什么东西都能买得到吗？没有用啊，那些地方住的。你看我现在住的地方周围商圈极多，开车二三十分钟就能到商圈，远一点的话就开车40分钟就能到好多商圈，周围八百伴什么的，然后再远点的话，像反正商场周围一个小时之内商场十几个，超市应有尽有，那你才能值得住呀。你关键不是说你住哪，而且得看你住的，以住的地方为中心，你有一个一小时的一个生活圈，两小时的一个当日来回的一个行动范围，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对吧？黄油拌饭怎么做啊？就买一个黄油，把米饭做好，切小半块黄油放在上面，然后再用酱油淋一下，这个米饭呢有温度，它会让这个黄油融化，等这个黄油全部融化掉，见不到固体，它就全部就滴下去了，然后拿这个黄油拌一拌，然后就很香。这个是第一季的孤独的美食家五郎里面，他有一个店，他就喜欢吃黄油拌饭。和他对应的还有一个饭叫猫饭，就是在上面放一些柴鱼片，然后那个猫饭还有个故事，是有一个女歌手的故事。然后这个黄油拌饭吃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做成一次性的寿司，你看用筷子拿海苔包一下，但前提是呢，你得下面的要拌一拌啊，然后中间呢再啃啃鸭脖，然后也挺好的呀。而那是深夜食堂吧？这两个都搞不清楚了。坚持，冰冰一定要坚持哟。其实冰冰下次要是坚持不下去的话，你就跟我一样，阶段性进食就行了。每天晚上保证6点钟之前吃完晚饭，或者6:15之前吃完晚饭，然后到第二天早上8:30之前不要碰任何东西，除了喝白开水，一个月也能够平均瘦下来2斤以上。我最近瘦了，咱们自己人不骗自己人啊。虽然这段时间呢是稍微的瘦一点啊，但是呢。咱们是核心粉丝，骗别人不能骗你啊。设备好而已啊。所以说大家要那个做主播可以来找我哟，我帮你可以安排最高科技的直播设备，让你直播间画质又好，然后人看上去又漂亮，然后花费又不是特别多啊，我是都可以给，我是直播设备布置师，今年最流行的行当，你们要做直播的话，要直播设备的话都可以来找我，室内的直播设备咱们都是一流的啊，给斗鱼的主播可以打8折哟啊。哪个是真实的？现在才是真实的啦！你们笨的，哪有人会这么胖啊？啊！最主要的是调试，这个调试非常难的。有没有去污渍的效果？那当然有了，对吧？看好我脸上的法令纹啊，吉总看上我的法令纹，如果有些需要主播需要像高德呀，我就直接点名了，我直接报他们的身份证号其实也可以啊，如果有高德或者是宋师傅或者那个诈骗犯想要去物资功能，你看我的法令纹啊，没有法令纹的物资算什么，法令纹才是难去的呢，直接我老公脸上有一个猴，你们能找到吗？我脸上其实是有一两个猴的，有一个很大的猴，有半个小指甲那么大，小拇指甲那么大。你看，就比如说这个，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猴，要用激光去掉的，对吧？脸上这边其实也长了一个疙瘩，但是呢，
啊，通过技术手段是可以把它完全做掉的，对吧？啊，我不是诈骗犯啊，我说的诈骗犯是另有其人。如果最近有主播老是声称要参加一些斗鱼平台的活动，然后其实呢，他连入选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入选 要直播、啊、每一个月户外直播20天以上，再加上总直播时长在180小时。这位主播其实到现在为止吊儿郎当也没播4-5天，然后总直播时长加起来也没超过30个小时，马上就快月底了，对吧？这就是诈骗犯。对对对对，这个奈落是明白人啊，奈落牛逼啊。那我们再来一张，我很喜欢吃这样的拌饭。点赞，为主播点赞啊！什么菜系啊？白米饭、鸭脖、草莓。你这个智商不会连草莓和鸭脖都看不出来吧？然后主播在吃白米饭，你也不会看不出来吧？对吧？所以这样的水友啊，他真实的就像主播理他一下，对吧？现实生活中其实很缺少关爱，在网络上就是得到一些关爱，其实也是很温暖的一件事情。今天晚上没有菜，没有菜喝什么酒啊？有菜嘛，喝点酒呀、啊。要是搞点什么小青龙，做个蒜泥小青龙，那搞点小酒，没菜喝个屁啊，对吧？草莓啊，它不会去很智能的，它只会对你的脸进行优化。有人说草莓的物质都看不出来，没有，它只是没对焦而已啊，不需要对着它对焦。今天也不是什么吃菜大菜的时候，脑子有问题的。马上要过元宵节了，元宵节不吃大菜，这两天吃大菜啊，是不是？那不成体统，该干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得干什么。今晚情人节泡可以直播一下吗？你看你作为一个水友，你自己都知道那个情人节你可以打出来，但是那个泡那个字你都知道不能打出来，你还想让我直播？说实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为人啊，你都知道那个泡字不应该打出来，你用 PAO 代替啊，你还想让主播去给你直播出来？你看看你是不是双标了。注意哦，就是你对别人的要求一定也要这样要求自己，你觉得自己有些地方不妥，其实我觉得你是很有素质的帖子，因为你知道这样的话就直接把这个文字打出来是不太好的。既然你知道吗，那你也应该去，就是不要要求我做同样的事情呀，对吧？啊，他说不是个东西啊，其实并不是骂人的话，是东西才是骂人的话，你是不是？不要物化任何人啊。没毛病。要直播呢，也用个小号播，对吧？比如说我晚上登 Z 总的号，我用 Z 总的号播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呵呵，对不对？对，存在即合理啊。你是个什么东西啊？那帖子好，既然你这么说了，我还要送你3个字。你是什么东西和另外一句话是上联和下联啊。那我就有点就是你光说了上联，就像一个靴子啊掉在地上，我还要等下一个靴子掉下来，我有点等不及，我就必须要把这个另外一个靴子啊也让它砸地。您配吗？一般都这样啊，以前粉丝和主播对骂的时候，一个是你算什么东西，另外一个是您配吗，对吧？
啊，今年的车厘子啊都不要买。是这样的，我跟你说的实在一点，为什么这段时间每年都让我们吃车厘子，你在为国增光的。今年因为有疫情，所有的车厘子啊都不允许空运，空运车厘子也有，但是得大强，就是要专业的机器进行杀菌消毒。今年所有的车厘子都是海运车厘子，因为海运车厘子经过一些那个，就是它路途啊有一个多月，再加上上货架一个半月总会有的，一个半月呢能够确保它上面的油就算有新冠病毒残留的话也不会有任何活性，为了是这样安全，所以你今年没有听到什么车厘子导致的新冠感染。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吃车厘子呢？我跟你们说，这是一盘大的棋。车厘子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国家叫智利，我们最近三年包圆了智利 90% 以上的车厘子。为什么呢？这东西本身不便宜，在国外就是樱桃，但他们本国人啊也吃不起樱桃，欧洲人也不吃不起樱桃，然后我们吃，他们经济不好，樱桃卖不动。那为什么我们要包圆他们的樱桃呢？我们要先在南美示范一个，让一个国家能够过得好起来。然后智利呢有一个很好的口才，就是说地球如果打通以后，中国的背面就是智利，尤其是上海，上海的背面就是智利。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不是一带路，就是在南美要先找一个示范国家，把他们带得富裕起来，我们要大量采购他们东西，让他们东西不愁卖，然后隔壁几个国家呢就会看着眼红。我跟你说，主要就是勾谁呢？阿根廷人。阿根廷啊又穷又酸，然后呢还自己以为自己是潘帕斯雄鹰，南美几个国家基本上都是这个毛病，又抠又穷，然后还自己要面子，你让他们来倾向站你的队啊并不容易。所以呢先得找一个国家先得到好处，然后另外几个国家看着眼馋了，我操，跟着大哥确实能够赚钱啊，然后他们就会来了，懂我意思吗？啊，那你看今年冬奥会谁来了？阿根廷的那个对吧，第一号人物就都来了，主要就是为了谈那个货币互换和双边的一个外贸啊。就那为什么要谈呢？就是要在一户人家的后院搞点事情，就是有一户人家，我们管他叫南美户，还有一户人家叫北美户，北美户呢和我们家对头，然后他家的后院呢有几个南美户的国家，我们只要把他的后院给点着了就行。因为那个他家后院那几个国家本身就是比较反昂格鲁萨克逊的，那个都被欺负过，恨得牙根痒痒的，所以这是一个大棋。有人说这个很好，我帮你说，我就知道这个品种好，你就吃那个完全没有这种味道。这个但这个放不了太久，太软了。嗯，其实买两盒也可以。嗯，太软了。嗯，这个就是尤其是阿根廷这个国家，它和所有的昂格鲁萨克逊的国家基本上都有冲突，和英国更是世仇。然后呢它主要目前呢就是想搞点战斗机，但是目前已经在谈了，如果搞就是我们输出点战斗机给他，老鹰英国人那些人就脸皮上肯定挂不住，因为马岛战役你们要了解一下，很屈辱的啊。嗯，这太软了。嗯，太软。嗯，然后为什么要跟那个 English 国家给他们颜色看的吗？因为对吧，你之前搞的很多事儿对吧，就是不能说啊，这是一盘很大的棋。所以呢就算今年车厘子不新鲜，是海运车厘子，相比空运车厘子啊，你要其实这个车厘子已经就是在海运过程中放了一个月以上了，你还得吃。我今年没吃过车厘子，你知道为什么？看了几次车厘子山姆也想给老婆买，那个车厘子啊皮是皱的，一看就是海运车厘子，然后那个梗啊都已经不新鲜的颜色了，都已经发褐色了，不是绿色了，刚开始是翠绿色，后面是绿色，后来深绿色，翠绿色基本上都是放一个半月的。嗯，我就跟你讲吧，我们这边呢是华东一带的进口水果的批发的主要的集散地。我们这边，我跟你讲，今年车厘子之前多的时候什么价？
219块钱，2.5公斤的三个钩的海运车厘子，在外头一般你们当地的超市至少要卖268-279，就是这样的海运车厘子不值钱的、空运车厘子 也有，但是很少，很贵的，你就图个新鲜。集装箱没有这么慢，今年海运期很长的，起码从智利那边过来到我们这港口一靠起码就、一个月，然后还得 上货柜，然后还得到超市运输，已经到你手一个半月总要的。你一个半月以上的车厘子 你吃个毛呀，对吧？当然它也有特殊的保 保鲜的系统，它会可能有一些那个专门的一些可以保鲜的一些气体 会冲一下气什么的在舱里，但是没什么用的。黑色的梗还能吃啊，一般都是半绿那个 半咖啡色的，这种梗就很不新鲜了。你又出来尿尿。嗯，好吃。老婆也很客气啊，给我留了好多，其实我已经吃了挺多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刚开始吃的那两颗鸭脖有可能很久没吃辣了，觉得很辣，吃到后来就那个小春岛草莓啊，冰冰啊，现在小可不在，不要买那个小春岛草莓，很难吃的。因为在群里我碍于不想驳小可爱的面子，所以我才不说的。小可应该现在不在，他要在的话我看得出来的，那个小春岛草莓一点都不好吃的。它的特点呢就是半生不熟的，它中间有个硬心，它中间有个硬心，而且吃出来的口味啊很淡的，水水的那种感觉，而且再上中间它的个头不小，中间有个硬心，一点都不好吃的，不要买啊。还不如时时会会长买上海松江本地产的、这个就是个头不要太大的红颜草莓，那个、味道是不错的。我今天也是买的红颜草莓，但是我们本地种的。做人嘛，不可能特别实诚，总得圆滑，考虑事故，对吧？这也不是事故，就是不要让有些帖子伤心，是吧？今年山姆的水果真的是不能买，肉不好就算了，今年水果也开始不行了。那个筑城到现在为止，山姆筑城都没有上架，没今年就没有了。筑城的就是已经那个时令期已经过了，应该已经下市了，没有了。草莓呢也不好，前两年呢都是上海本地青浦的红颜草莓，79两斤，价格是很不错的，而且个头又大，很好吃的。今年都是进了乱七八糟不知道的牌子，我就觉得他已经开始追求利润化了。哦，小可爱来了，小可爱么么哒，小可爱今天草莓吃的很开心的哈。好吃爱吃，我也吃草莓，来，我也吃一个草莓啊，吃一个。对，像我们咱们都是转去开市客。为什么不连麦呀、你包赢吗，铁子？要是有人包赢的，我以后也会连麦。一个168级的100万关注的主播，批不过十几级的小妹子，人家刚播几天，你好意思吗？对吧？你不是让我就是献丑吗？包赢可以约时间去 PK， 对不对？不包赢免谈，不包赢不干啊！要面子的，咱们婴儿车啊，对不对呀、啊？比如说你明天你说好跟我约时间。几点你来准备好鱼翅，然后咱们去 PK 几场， PK 两场包赢，那咱们就干，是不是啊、你关键是你们这些人就只会包硬，你包不赢有什么用，对吧？婴儿车最后的尊严啊，体面人想让你丢面，对，太损了，他们就是要看我丢面，咱们不丢丢不起这个人，丢不起这个人啊。好了，下播了啊，那个说下就下，拜拜啊。